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晏昼翻到嚟嘅午市第一击，同大家睇睇半日嚟讲最活跃嘅股份先啦。半日嚟讲成交金额最多嘅股份啦系盈富基金噶，半日咧股价收报喺24.4，咁第二位咧系腾讯控股，咁睇翻第三位咧就系2828恒生 H 股 ETF 噶，第四位系金鱼股份啦，咁收报喺4.7啦。半日升幅是超過半成的，至於建行方面，半日是收報在6.2。第六位是有中行的，中午收報在3.72，至於中海油就是收報在9.54，中石油方面收報在5.81，平保收報在42.6。咁吉利汽車咧，今日股價係向下噶，中午報喺11.1啦。跟住同大家睇睇啦，十大升幅榜嘅表現啦。睇睇半日嚟講啦，股價咧變動最多嘅股份要等一等啦。嗱，先睇睇港股嘅走勢先啦。咁睇翻美國嗰邊咧，就燃點咗個戰火，拖累咗港股嘅表現啦。咁當市場咧睇翻集特會啦，美國突然間向敍利亞政府軍係發射接近60支嘅導彈，觸發咗全球金融市場朝頭早咧一輪嘅震動。咁本港恆指係挫近300點之後回順翻，咁資金追逐石油同埋黃金嘅股份相關嘅板塊啊。咁恆指今朝係低開26點。報在24,247點，已經是屬於半日的高位，一開市的時間反覆向下，10點之後跌勢轉急，插穿了24,000，最多是跌291點，見過23,982點的半日低位，之後回順翻，恆指中午收報在24,137點，不是跌了136點，跌幅有0.6%，失守埋條20天線，大約是24,206點的水平啦。至於國企指數，半日收報在10,233點，是跌42點，跌幅有0.4%。至於 A 股方面，半日是高收，滬指咧係升咗0.25%，深證成指咧係升0.21%嘅。睇翻焦點板塊方面啦，石油相關嘅股份啦，國際油價琴晚係升超過1%，中東局勢升温令到外圍油價係繼續喺亞洲時段去做好啦。三桶油嚟講啦，半日升咗1.5%至到2.8%，中石油表現係最好噶。中石化今日咧，仲要係創咗52周嘅高位啦。油服股方面啦，中海油服啊2883升咗3.4%，百勤油服咧係升咗7.1%，中石化油服咧係升3.3%，海龍控股升4%噶。至於黃金相關嘅股份都受到咧就係戰火嗰方面嘅影響啦。半日嚟講市場避險情緒升温，造就咗黃金股成為今朝另一個做好嘅板塊。黃金期貨最新都升差唔多有1%噶。照金升2.5%啦，半日嚟讲，紫金升3.4%，中国黄金国际啦升超过咧4%，Spider 黄金 ETF 啦就升0.9%，至于价值黄金 ETF 咧就升0.7%嘅。焦点板块同大家睇睇啦，就中船防务啊，因为咧系国际嘅局势啦，所以呢只股份咧都借势炒上嘅，半日嚟讲升4.2%啦，报喺16.56噶。A 股方面啦就升幅挨近半成。中聯重科就見到逆市是半日升到2.6%，報4.27。集團就公布預期截至今年3月底為止，第一季將會錄得盈利5,000萬人民幣至到係1億人民幣。咁舊年同期嘅虧損咧就係6.6億人民幣啊。同大家跟進完市況啦，咁呢節嘉賓係請嚟 Pierre 啦，同我哋講講中港股市後市嘅走勢噶。Pierre 你好，係崔姐你好。嗱，睇翻今日市場方面都繼續係關注外圍嘅消息，因為美國嗰邊突然間向敍利亞政府發射咗接近60支嘅導彈，都令到避險情緒即刻升温。半日嚟講啦，港股都曾經係失守過24,000呢個水平噶。另外都見到仲要係觀望埋呢個係集特會啦。你睇啦，後市方面咧，係咪個市場個避險情緒都會繼續高漲少少？暫時都會留意翻嗰邊嘅戰局咁樣咧。
係冇錯，見到今朝翻到嚟咧，咁就即係特朗普下命令落呢個去敍利亞嗰邊發射呢個飛彈之後咧，咁就見到個市係明顯跌落嚟嘅。咁去到即係中段嘅時候咧，咁就雖然話跌穿個24000點啦，咁但係去到24000點呢個位嘅時候咧，咁都有一個明顯嘅資金嘅買入嘅。咁都反映到啦，其實可能市場都係過分解讀咗呢、這個短期一個戰線啦。咁就睇翻啦，暫時嚟講都係觀望翻呢、這個即係中美嘅元首領導嘅即係習特會嘅方面嘅消息啦。咁啊，主要都係針對翻呢個經貿同埋匯率方面嘅一個政策嘅。咁就即係反而市場即係會比較即係針對翻少少呢個嚟緊呢個北韓方面嘅核危機啦。咁就見到話今次呢個美國向呢個敍利亞呢個發動攻擊啦，咁就有機會話對於北韓未來嘅即係政治個局面係有啲擔憂嘅。咁就嚟緊啦，就咁就睇翻外圍方面啦。咁就美股咧，咁就即係尋晚就叫做有一個微升啦，14點。咁就雖然話即係窄幅係即係升幅係收窄咗嘅，咁但係主要都係因為翻呢個聯儲局啦，即係縮減呢個呢個負債表方面嘅影響。咁但係咧即係 ADP 嗰個數據咧，即係嗰個小非農嘅數據咧，但係相對係做得好啲嘅。咁就市場都預期翻啦，即係今日嘅夜晚8點半左右啦，咁就會公布翻一個非農就業嘅數據嘅。咁如果呢個數據都係好過預期嘅話咧，咁就即係有機會啦。同埋呢個薪金同埋呢個勞資嘅參與比率都係上升嘅話咧，都有機會令到即係聯儲局加息嘅步伐係會加快嘅。咁呢樣嘢都要留意翻啦。咁就咁睇翻港股方面啦，咁就今日就都係連續第10日個逆回購暫停咗啦，即係淨回籠都係有1000億人民幣。咁就即係港股通咧，咁就港股通滬港通咧，咁就即係開翻2日之後咧，咁就第一日見到個成交量就大概有即係港股整體成交量有1000億左右啦。咁但係第二日咧，咁就即係好快咁就縮減咗，佢都得翻800億啦。咁咧今日去到半日嚟講咧，咁就成交額就暫時都係500多億左右啦。咁就即係預計翻今日個整體嘅成交額都會係即係我諗都係即係唔過1000億啦，900多億左右。咁就即係動力方面都係即係可能都係一般般啦，即係觀望翻嘅態度為觀望嘅氣氛比較濃厚少少嘅。咁就睇翻個走勢圖啦，咁就係、是、之前咧港股呢一段嘅升浪咧係升得比較急少少嘅，咁就主要都係因為翻啲利好嘅即係經濟數據嘅影響啦。咁嚟到呢一個階段咧，咁就有一個即係叫做一個少少嘅整固啦，咁就。即係24000點樓上有一個整固，咁就如果即係港股可以即係做翻個突破嘅話，去到24000點嘅話，突破咗呢個下降嘅即係短期下降嘅趨勢嘅話咧，都有機會係做得好啲嘅。咁啊，因為主要都係因為翻呢個國內嚟緊下個禮拜經濟個 GDP 個數據咧，第一季嘅數據都係6.8%，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咁另外就有呢、這個宏安概念股嘅加持啦，咁就都有機會令到整體個港股暫時可以做得好少少嘅。好啊，多謝曬 Pierre 你嘅分析啊，同你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啦，晏啲翻嚟會有即時攻略嘅，我哋轉頭再見啦。耀財 Money Hunter 提提你，現貨黃金買入價1265.04美元，賣出價1265.4美元。現貨白銀買入價18.4067美元，賣出價18.431美元。以上資訊由耀財 Money Hunter 提供。